Good，好，那大家好，早安。那我是 CoFi 真的假的的聊天机器人的坑主 Mr. RZ。好，那要报告的就是这一个 CoFi 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。那最近呢，就是这个讯息出现在 LINE 聊天室，他条列了这几个月来网传的各种留言，政府给你五倍券，网友就给你五倍谣言，今年真的是五倍。要回应这个实在是很花时间，而且你是花了时间查了回应了，也只有群组里面的人会看到。但是如果放着不管的话呢，群组里面的其他人又会受影响。所以，我们做了一个 LINE 的机器人，陪伴大家一起来面对 LINE 假讯息。以后，如果你遇到想要查的东西，就可以分享给 Colfax，真的假的？它就会自动告诉你其他贡献者对这条讯息有查过什么资料。这个机器人知道要回什么，是因为背后有一个资料库。若是机器人收到一则讯息，然后资料库里面找不到的话，它就会问对方是不是愿意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回报此讯息的人。他同意之后呢，这条讯息就会出现在网站上面，善良的编辑们就可以进来看讯息来写回应。我们从25万的 LINE 使用者收到超过6万则的讯息，另外一边呢，也有人在网站上面帮忙回应，而这些资料已经开放在网络上，用 CCBYSA。所有人都可以使用，无论是来 Colfax 回应的协作者，或是到 Colfax 张贴自家查核报告的事实查核组织，接取 Colfax API 的第三方 Chatbot，或者是用Colfax 开放资料来做研究的智库跟学者，都是 Colfax 生态系的一份子，让协作的成果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。今天 Colfax 真的假的在线上，希望拜托大家一起来做善事。我们可以到 coface.tw 网站替有帮助的查核回应按赞，这会让有帮助的回应在 coface 真的假的机器人里面更容易被看见。如果你看到一则你想要亲自回复的讯息呢，这个讯息的资讯也可以帮助你判断这个讯息有多热门。你可以看看相似可疑讯息，说不定里面已经有其他人针对类似的讯息写过回应。前人会助你一臂之力，让你有充足的准备。来按下我要查核辟谣。你在这里填写的内容呢，不仅会让 CoFi 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的使用者看到，更会加惠 CoFi 生态系的每一个人。今天的贡献也都会呈现在你的个人主页哟。程式开发方面呢，我们准备了网站以及机器人的 Good First Issue，征求 Node.js 与 React.js 的工作者，让我们可以一起让网站跟机器人更好用。最后呢，也邀请大家一起订阅我们的"等你来答"列表，透过 email、ISS、Line、Telegram 跟 Slack 一起来感受五倍谣言的威力。那有兴趣的人呢，请到 coface.tw/hack，让我们一起来陪伴在 Line 里面收到谣言的人。